大家好，我是蓝婷婷，要准备出发前往北海道咯。开心的到高雄搭飞机，第一次要全程都穿汉服，所以呢也是第一次穿汉服搭飞机哦。咻，等一下，我们到北海道啦。汉服的上袄本来就很保暖，里面搭个发热衣，戴上薄围就 OK 啦。这是到北海道的第一餐，吃完我们就直接回饭店了。这就是我们到北海道的第一家饭店。经导游介绍，我们决定到饭店旁的超市逛一逛，在他们还没打烊之前啦。虽然草莓不是北海道盛产的，我们还是忍不住买回去吃了。真的是超级好吃的，完全不酸，甜的刚刚好，很推荐给大家哦。影片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